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, because a vision softly. 大家好，下面由我来给大家演示小壳体投影灯的镜片更换的方法。首先第一步，用手握着投影灯壳体后半部分，旋动前壳体，把前壳体拧下来。第二步，取下卡簧。第三步，将投影片正面朝下放入投影灯壳体的镜片卡槽内，然后将投影片上面的刻度倒立与壳体上面的刻度对齐，然后用卡簧将投影片压紧，然后将前壳体旋入拧紧。Hello darkness, my old friend. I'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,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. 下面由我为大家来演示小壳体投影灯镜片清晰度的调整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投影灯接通电源，将图案投射在一个平面上，然后将镜头锁紧螺母松开，将镜头先按顺时针方向旋转，看图案清晰度的明暗变化。如果图案越来越模糊，那我们就将镜头按逆时针方向旋转，直到将图案调节至清晰为止。